第一组是关节舒展运动，是指一些大幅度活动关节的动作，可以帮助保持关节活动畅顺，舒缓关节僵硬和痛楚。第一式的膝关节舒展运动可以在三个不同的姿势下进行。坐起到进行膝关节舒展运动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坐出少少，双手扶住凳边，左右脚轮流伸直，然后向凳底方向尽量屈曲。注意屈伸膝关节的时候力度要柔和，因为力度过猛的话就有可能会扭伤膝关节了。平卧进行膝关节舒展运动的时候，左右脚应该轮流尽量屈曲，然后伸直。但是曾经接受髋关节手术的人士，髋部就不适宜屈曲多过90度了。在屋企进行膝关节舒展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扶住屋企稳固的家私，左右脚轮流向后屈伸，然后放低。第二式髂关节舒展运动，可以帮助保持髂关节活动畅顺，舒缓髂关节僵硬，亦都可以帮助舒缓膝关节肿胀。坐起到进行髂关节舒展运动的时候，首先左右脚轮流提高，直至脚踭略为离地，然后脚掌尽量向上下摆动。动作和次数方面，第一式的膝关节舒展运动和第二式的髂关节舒展运动，每次每边做10至20下，每日2至3次。第二组是肌肉伸展运动，又或者叫做拉筋运动。这类动作有助改善肌肉筋腱的柔韧性，预防抽筋和运动后的肌肉酸痛。第三式大腿后肌伸展运动，可以帮助改善大腿后肌肉筋腱的柔韧性，以及预防膝关节伸不直。坐在床边进行大腿后肌伸展运动的时候，左右脚可以轮流放在床上面，要保持腰背挺直和伸直膝关节，然后双手向脚尖伸前，直至大腿后面有轻微拉紧感觉之后，维持10秒。1、2、3、4、5、6、7、8、9、10，然后放松。第四式小腿肌肉伸展运动，小腿肌肉伸展运动可以帮助改善小腿肌肉筋腱的柔韧性，预防膝关节伸不直和小腿抽筋。在家进行小腿肌肉伸展运动的时候，双手可以扶住稳固的家私站立，用弓箭步的步伐，前膝微曲，后膝伸直，脚踭保持贴地，腰骨亦都要挺直，直至觉得后脚小腿微微收紧之后，维持10秒。1、2、3、4、5、6、7、8、9、10，先至返回原位，然后重复另外一边。动作和次数方面，第三式的大腿后肌肉伸展运动和第四式的小腿肌肉伸展运动，每次每边做10下，每日1至2次。第三组是肌肉强化运动，是指一般人所讲的练力运动。练力运动可以强化大腿附近的肌肉，使到关节扎实一点，帮助我们行路或者上落楼梯的时候没那么容易膝头发软。第五式大腿前肌强化运动，这个运动可以在两个姿势底下进行，它的作用可以强化大腿的四头肌，有助保护膝关节。分平进行大腿前肌强化运动的时候，首先在竹筏上绑上重约1至2磅的沙包，然后左右脚轮流慢慢伸直，维持5秒。1、2、3、4、5，先至慢慢放松。当做了一段日子，适应了之后，就可以逐渐增加磅数。不过若果踢起沙包的时候出现失痛，就需要将磅数减轻，如果减轻了磅数之后仍然有痛，就要停止了，然后尽快咨询物理治疗师的意见。坐在进行大腿前肌强化运动的时候，
首先绑一只一至两磅的沙包起竹画，然后膝关节慢慢伸直，维持五秒，一、二、三、四、五，先至慢慢放松。当适应咗之后，就可以逐渐增加磅数。若果踢起沙包的时候出现膝痛，就需要将磅数减轻。如果减轻了磅数之后仍然有痛，就要停止，然后咨询一下物理治疗师的意见。第六式，臀侧外展肌强化运动。透过强化臀侧部位的肌肉，可以帮助改善平衡，预防跌倒，以及改善膝关节起走路时候的稳定性。分平进行臀侧外展肌强化运动的时候，先将脚趾指向前，伸直脚，然后向上提高一至两尺，维持五秒，一、二、三、四、五，然后慢慢放松。若果使用沙包来增强练力运动的效果，起初应该由较轻的磅数开始，例如一至两磅。当做了一段日子，适应了之后，就可以逐渐增加磅数。不过，若果向上提起只脚的时候出现膝痛，就需要将磅数减轻。如果减轻了磅数之后仍然有痛，就要停止，然后咨询一下物理治疗师的意见。动作和次数方面，第五式的大腿前肌肉强化运动和第六式的臀侧外展肌肉强化运动，每次每边做10至20下，每日2至3次。这一套由物理治疗师设计的膝关节护理运动，可以帮助你强化膝关节和预防退化性关节炎，特别适合一些膝关节炎病情稳定的患者。咁可唔可以同奶奶一齐学呢个膝关节护理运动啊？当然可以啦，呢套运动都可以帮你预防到退化性膝关节炎噶，而且你同埋佢一齐做嘅时候，亦都会有个伴。哇，咁多动作，我惊有啲唔记得喎，最好有张图俾我就好啦。呢度有一份由卫生署长者健康服务印制嘅退化性关节炎护理与运动小册子，你可以攞翻去睇住嚟做噶。多谢晒物理治疗师。我回到家一定立刻做这个膝关节护理运动了。